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走遍中国》。每年的夏天呢，是西藏旅游的黄金季节，吃是高原旅行一个重要的内容。那么高原上有什么奇特的美食呢？先给大家介绍的是人参果。提到这个人参果呢，可能您马上会想到小说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偷吃人参果的故事。你看，这是影视剧当中演绎的人参果，挂在树上一个一个像娃娃一样。其实呢，人间真的有人参果，学名啊叫蕨麻。人参果呢是喜欢长在高海拔、湿润寒冷的地方。那么吃了人参果，真的会像传说中那样能长命百岁吗？探寻高原上的美食，我们就先从人参果开始。西藏昌都地区昌都县的瓦列村，盛产人参果。拍摄期间虽然不是人参果的收获季节，但自旺曲措和拉姆曲措母女俩还是热情地带我们来到了村边的山上。虽然在高原已经适应三四天了，我只是在这儿稍稍走了一会儿，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气喘吁吁的。这个海拔现在有多高？4000左右。4000左右。嗯，对，怪不得我现在高原反应还是在持续过程当中。没费多大劲儿，在河岸边就找到了一大片人参果，但眼前一片矮小的草本植物还是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。人参果不是长在树上，而是长在地下的。你让妈妈现在挖一下，我们看看看看现在的人参果应该长什么样。拉木屈措的妈妈从十几岁就开始采挖人参果，已经有40多年的采挖历史。小锄头刨了几下就挖出了一颗人参果。人参果目前还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，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是人参果的采挖季，所以现在看上去的人参果显得特别小。这个就是成熟之后的人参果，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形状啊个头都不太一样，有的是这样的，就像一个小火柴罐一样，还有的是这样圆的。那我要是挑选的话，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人参果比较好？妈妈已经带进来了。那这个在我们现在的市场价能售多少钱一斤？或者一公斤怎么算？一斤的话50块。成熟的人参果完全不是影视剧中可爱的娃娃状了。人参果含有大量的淀粉、蛋白质、脂肪、无机盐和维生素，有健胃补脾、生津止渴、益气补血的功能。吃了人参果虽然不能长命百岁，但常吃人参果有延年益寿的功效。人参果可以当零食直接生吃，也可以煮熟后吃。它是藏民族过年时的贡品和必吃的吉祥食品。你看这第一碗人参果，酸奶、酥油还有白糖。这个是第二碗，当我说着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会咽口水，因为闻起来实在是太香了。你看第二碗，这个是浓浓的黄黄的酥油、人参果，还有上面浮着一层白糖。这个第三碗呢，就是我们这两天常常吃的糌粑，加上酥油，还有这个人参果。如果说人参果是高原每逢佳节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，那么糌粑则是高原每天不可或缺的主食。这片葱绿的青稞位于昌都地区的洛龙县。洛龙县是西藏的商品粮基地之一，有藏东粮仓之称。糌粑正是由青稞干炒磨制而成。我忽然发现这个青稞和小麦真的长得很像啊。对，直观上看起来他们两个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区别，但是我们可以细细的看一下。青稞的麦芒要比小麦要长一点，青稞是六棱形的。您说那个六棱是怎么看出来？我们从这边开始数，1、2、3、4这样数过来，它一圈是有六粒，小麦的话就只有4个，这个是它们本质上的区别。青稞在西藏有几千年的种植史，被藏族称为天神赐给人类的食物。青稞的种类有黑青稞、白青稞和墨绿色青稞，洛龙县以种植白青稞为主。夏果村的拉珍一家是当地的青稞种植大户。在洛龙县，
糌粑至今仍沿袭着传统的加工制作。一大早，拉珍和几个姐妹约伴到村边的小河里洗青稞。虽然村里已经装了自来水，但他们仍喜欢用河水清洗。清洗干净的青稞在河边就地晒干，最后把晒干的青稞进行干炒。炒熟的青稞有点像没有完全爆裂的爆米花。最后一道工序比较关键，就是磨制。这个位于河边的小房子是水磨坊，在洛龙县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水磨坊。村民们曾经采用机器磨制青稞，但发现机器磨制的糌粑没有传统水磨出来的糌粑香甜。糌粑是藏民族千百年来主要的传统主食之一，加一点酥油茶，取一些糌粑。洛松邓达演示了糌粑最常见的吃法：糌粑团子，再加一点奶渣和酥油，然后用手在碗中搅拌。怪不得在做这道美食的时候啊，您跟我说让我一定要把这个手洗干净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原来是用手当工具。糌粑不仅能耐饥，而且含糖量低，营养价值高，还有突出的医药保健作用。那现在可以吃了。嗯，真香。嚼前两口的时候虽然有点费劲，但是到这个嗓子眼里的时候就觉得很香。就像你说这主食，那我也入乡随俗一把，今天中午就吃这个了。由于白青稞加工的糌粑松软口感好，具有独特的风味，洛龙县对白青稞进行了深度开发。虽然引进了产品加工的现代化流水线，但是磨制糌粑仍保留了水磨的传统加工方法。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，很多食材是可以生吃的。您看啊，您可能生吃过这些白菜、黄瓜、萝卜、西红柿、大葱等等，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也生吃过三文鱼、秋刀鱼等鱼类，但是有一样东西估计绝大部分人都没吃过，那就是生牛肉。这个牦牛啊是生活在高海拔特有的牛种，主要是分布在中国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。牦牛肉呢是藏民族离不开的食材，那今天我们就会给大家介绍一种牦牛肉的独特吃法，生吃。这条啊就是著名的317国道，317国道是川藏线的北线，而我们现在呢是在江达县。这个江达啊其实就是从四川进入西藏的第一站。今天我们将继续感受着舌尖上的美味，而我今天呢任务就是要带你领略一道传统的藏式美食生牛肉。其实说到这个牛肉啊，很多人都不陌生，家家户户都会吃这个牛肉，但是这个生牛肉怎么吃呢？是不是很期待？走了。阿芬你好。哎你好，辛苦了。久等了吧？没有。啊，欢迎到漳州林看来，谢谢。这就是您家的这个张家乐。就是。阿登原来以务农为主，家里的十多亩地主要用来种青稞和小麦。由于西藏交通的不断改善，进藏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，于是在4-5年前，紧邻317国道居住的阿登就尝试开了一家藏家乐。这儿还有英语呢，你看这儿，这个肯定是藏文，娱乐我们认识，看还有英语 game 游戏的意思，然后这儿还有美食，你看再往这儿看 ，Happy everybody for you， 这还是英语的，你看尤其是看到上面 ，Welcome to 桑珠林卡，就是欢迎来到这个地方。由于游客的不断增多，阿登把全家人都动员起来，投入到藏家乐的经营。这是什么肉啊？这个是牦牛公牛的肉。我们这次要吃的那个美食好像就是生牛肉，是不是就这个？这个不是。阿登说，
牛肉生吃的食材选用很有讲究，不是所有的牦牛肉都可以生吃。这个就是您说的那个生牛肉啊？啊，就是。哎，可是我就纳闷啊，在我想当中，这个生牛肉应该是刚刚切下来的，应该是最新鲜的，为什么要把这个肉放在冰箱里呢？这个是冬天杀的，必须放到那个冰箱里头，闲杀的不能吃那个生牛肉。藏族一年中只有夏季和冬季可以杀牛，相对来说，冬天的牦牛肉营养价值会更高，所以吃生牛肉一般会选用冬天宰杀的牦牛肉。多奇是阿登老婆的弟弟，做藏餐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，他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厨艺。吃生牛肉，首先要把牛肉切碎。食材除了选用冬天宰杀的牦牛肉，还必须选用母牦牛的后腿肉。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牦牛的母牛呢？公牛不行啊？公牛就不行，它公牛的话又没有营养那么高。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后腿呢？后腿是肉要嫩一些，它那个是营养也高一点。要切到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切碎，切碎的话要营养价值也高一点。机器大不行，专门是用手工来。必须是手工的。用机器搅碎牛肉，营养会流失一部分，而且口感也没有手工切碎的牛肉好。是不是这生牛肉切好之后是直接就这样拿起来吃啊？不是，还要加那些佐料。哦，就是旁边我们摆的这些是吗？这一看就是盐。这是盐，这个是我们当地椰菜。野菜，当地的椰菜。哎，看着这形状特别像小葱一样。这是我们当地的。闻着也很香哎。加入佐料，主要是为了让生牛肉入味儿。但与佐料搅拌均匀的生牛肉还不能马上吃。先把这个脏巴抓起来。还要加水。就是水一种清蒸。其实我刚开始来的时候，一听说那个生牛肉啊，我当时以为就像我们平时吃那种就是涮的那种生牛肉片儿一样，但是没想到啊，你看生牛肉是这个样子的。剁碎后的生牛肉，叫牛肉酱更合适。阿登用糌粑做成了一个小窝窝头的形状。在高原饮食里，糌粑总是无处不在。然后把剁碎的生牛肉装入凹槽内，这时生牛肉才终于可以入口了。嗯，很好吃哦。刚开始吃的时候，说真的，我会有点担心，因为这毕竟是生牛肉嘛，我会觉得我可能适应不了这种味道。但是当我吃第一口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想多了，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哦，非常的香。这种生牛肉的制作方式，藏族人把它叫做下筋。除此之外，在西藏，生牛肉还有一种吃法，就是把宰杀后的生牛肉直接自然风干。那我们在选材上呢，就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下筋啊，你看用的是这个母牛的这种牦牛的后腿的肉，那这个风干的这个牛肉要选什么肉吗？有什么？风干的一般牦牛肉多的可以。牦牛就是公牛母牛都可以，只要是牦牛肉。就是牦牛肉。那身上是哪一个部位呢？那么都可以。风干牛肉的选材比较简单，只要是牦牛肉就可以，食用也相对简单，拿刀子切下来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了。风干好。其实我刚才还挺担心，像这样风干牛肉是不是说它特别有韧性，我咬会很难咬，但是到嘴里之后咬两下之后觉得又酥又香，特别香。现在向您展示的是澜沧江畔晒盐的场景，这个地方啊叫盐井，是位于西藏最东边的芒康县。盐井呢是滇藏茶马古道云南进藏之后的第一站，以产盐而得名。由于澜沧江两岸山势险峻，智慧的盐民就用几十万根木桩托起了一块块的盐田，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晒盐方式。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讲盐的故事，在盐井啊还有一句话叫做没吃过家家面就等于没到过盐井，
那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去品尝的是盐井的家家面，一定会让您大呼过瘾。盐井这个地方不大，但是做家家面的这餐厅啊就有十多家，而且我还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儿啊，有一骑行滇藏的小伙子就是在这里啊一口气吃掉了147碗。对，你没听错，确实是147碗的家家面，而且至今为止啊已经半年过去了，至今还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。147碗的记录是在斯朗卓玛开的店里创造的。半年前，一个湖南的小伙子骑车到了盐井，他那个进来的时候呢，老板给我扇面说，哦，好好吃。他那个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，然后说，我今天是为了打破你的记录，就直接趴在桌子上给我赶快扇面吧，说。店里的原记录是125碗，为了打破记录，这个湖南小伙子从云南飞来寺出发，骑行100公里来到盐井，一整天只吃了一个馒头，喝了一瓶矿泉水。他吃的特快，平常呢是3个人就可以坐10个人，他一个人，我们3个人满的，哎呀，满头大汗的，吃到100碗，然后我说是，哦，你只要再吃26碗，你就打破记录了。他说好，再吃26碗，我说好，你打破记录了，我们把哈达献过来，把青稞酒拿过来。他说不行，他还要吃。我说小伙子，你别撑了啊，你别撑了，撑上的话是肚子撑坏了不好。他说没事没事，我自己那个肚子的话是今天已经是饿的已经是快要晕过去了。我说好，你继续吃吧。他就开始吃了，吃，然后是他说要吃150碗，他就147碗。我看他面色已经都是很红很红的了，就然后就是满身都是汗。我说小伙子，再别吃了，如果是万一你出什么事情，我们也不会处理。他说好吧，老板，我就听你的吧，我就不吃150碗。然后他的记录就创下了147碗，147碗就这么。对对，就这么创下的。对 对, 对, 对，然后他就直接躺在那边，然后我们是10点钟下班，他就躺了1个小时，然后就是他的那个还有几个爸爸就是骑友，然后就是有5个人把他慢慢的扶出去了。人家说吃东西的最高境界就是扶墙进扶墙出，估计那小伙子已经做到了、已经做到了。什么面这么好吃，竟然能吃下147碗？难道食材有什么特殊之处？卓玛和他的先生详细给我们解读了家家面的食材和制作方法。这是我们高原上产的小麦，这是我们外来的那个小麦，就是海拔比较低的小麦，而且在高原上产的那个面粉做出来的面有种不同的味道。外来的面粉呢，它做起来的话是面条比较滑顺，人家吃起来口感比较顺一点，然后这两个面混在一起呢，是那就美味很佳了。那这个比例是怎么匹配？比例是1:1，然后这个一碗呢是那边也要放一碗，就是1:1。这是我们当地的土鸡蛋，这是叫体克。然后你们肯定不知道，等一下我给你好好的去那个解释一下为什么叫体科，它有什么作用，等一下给你好好介绍。还给我留了一个悬念。行了，对，我们先保持一个好奇心啊。这个是我们的清水，等一下这全部都是用做面的时候全部都要用上的。食材并不复杂，对于这碗金黄色的体科，卓玛跟我们卖起了关子。卓玛13岁就开始学做家家面，今年31岁的他已经有18年做家家面的历史了。体克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和好面压好面条后，卓玛带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个灶台边。体克最主要就是这个柴火烧出的灰，然后就是变成这个样子。哦，这就是那种灰啊。对，然后那个倒上水，然后它那个渗出来的那个水就变成这个体克了。体克竟然是灰水。但卓玛说烧灰的树木很有讲究，必须是用高原上生长的梧桐树，而且过滤的灰水要放1天1夜后才会变成现在看到的金黄色。所以用了铁克的话，是它里面有碱性，而且吃起来特别有劲道。
它还有这个辣味一面。好，下锅啦。由于是高原，煮面条必须要用高压锅。煮熟的面条被放入了之前准备好的凉水中。哇哇，面已经出锅啦，好香啊！这个水还要换三道，要保证它那个水的温度在很低的情况下，才能保持这个面的硬度和滑度。这时我们感到了做家家面并不像我们平时煮面条那么简单，面煮熟后还要熬制汤料，汤料选用的食材是高原特有的藏香猪肉，熬汤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把藏香猪肉在锅里炒一会儿，再加点水就可以了。由于藏香猪肉是用盐巴和花椒、草果等香料腌制而成，熬汤时不用添加其他调料，就味道鲜美，香味浓浓。汤熬好后，家家面终于可以吃了。哎，我们这个家家面的碗是这个小碗吗？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小碗了。来这儿的客人普通情况下能吃几碗？一般开车过来的，我会给他估计到十碗到二十碗到三十碗了、哦。然后就是骑友那些就更厉害了，就是一个人平均五六十碗。我女孩子记录是96碗，是一个最高的。他是坐车来的，我是太佩服他了。胖不胖？啊，不怕，就像你一样瘦瘦的、漂漂亮亮的一个小女孩。吃家家面还需要一样特殊的工具，一把小石子。吃一碗放一碗，吃一碗放一碗。待一会儿你再数一下这个石子，就一共知道自己吃了多少碗了啊！接下来我就等着数石子吃家家面。好，美女。相传，公元1265年，八思巴接受元朝封赠，返回西藏。途经盐井地区，当地以小碗家家面敬奉，八思巴一下吃了好几碗，并大赞其鲜美。从此，盐井家家面以小碗家家的方式流传下来。由于谐音，当地也叫家家面和家家面。吃家家面以人头计算，不论你吃多少碗。目前的价格是20元一位，客人一碗一碗不断的吃，边吃边用小石子数吃下的碗数，热情好客的主人则一碗一碗不断的加，通常会让客人吃撑告饶才罢休。哎，最后一碗实在吃不下去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最后一碗。10碗，也就是说今天我只能吃10碗了，但是家家面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虽然家家面每碗看上去量不大，大口的一口就能吃下一碗，小口的呢也是只需要2、3口就能吃下一碗，但是打7碗的记录啊，确实需要具备很强的实力了。如果您也有兴趣，不妨前去挑战一下，但是呢有一个前提，要量力而行，千万别撑坏了肚子。西藏还有很多奇特的美食等待着您去体验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